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我这擦车的那不遥远了，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，划拉到的就算给你拜年了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大哥大，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，这玩意儿拿家家什么派头？这边挎着我媳妇儿，这边拿个大哥大，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。但是这事儿呢，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，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，一会儿我挣回来。哎，再见了，王老板，放心，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，谢谢了，王老板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？谢他干啥呀？在人家擦一年车了，还没给钱呢。钱算个什么东西？这玩意儿是啥？见过没有？哎呀，大哥大，小明手机，王老板给的啊？对，给的。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，因此淘汰了砖块的。二手货呀？是，那不值钱。不，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？这玩意儿跟人一样，二手货相当于二婚。你没听人说吗？原配夫妻恩恩爱爱，一旦离婚马上歇菜。你纯属瞎扯。你要跟我离婚了，我再找一个，这属于二锅头，闷着更香。说啥呢？那烦人。走，回家。回家。嗯，把2000块钱拿来，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。啊，对，你听我说。啊、哦。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，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。真的？1辆车100，10辆车2000，20辆车2000，快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弄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。太好了！哎呀，啊，那要误了火车呢，赶不上三十晚上给我爹磕头了。你真笨，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。传呼我爹。号码：04575121111。通了，付多少？119。呀，哎，你爹够火的，你爹。喂，哎，请呼119，回电0109088888。这号码够牛的。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，天涯海角任我呼。快不？你爹？我爹。接接接，爹，爹。咋没声呢？你真是德国汽车笨死，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呀、啊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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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啊！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？你爹像鸟叫。你快点，别让它飞了，你快点。爹。啊。爹。啊。爹。哎。我叫爹，你总答应啥呀？我这跟你使劲儿呢。那烦人。爹。哎。啥玩意儿？找王老板开啦？生意。哎呀，生意来了。来了。喂喂、哎，王老板跟我们说了，是这笔活交给我们、啊，我们正等着你呢。啊、什么、啊？必须进口了。哎呀。有有有、啊，我们这什么辣都有。你说啥呢？咱哪有进口辣呀？先把它勾住，完了咱上街去买去。那快跟他说。喂，有啊啊 啊什么？啊，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。哎呀，啥品牌？外国辣。我上回拿那张汽车报纸呢？糊墙了。快找啊！喂，我们这辣太多，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阅一下啊。坏了，老公。咋了？可能让我糊房顶了。你站起身来，你往上看看，往上看。哎呀，太高，我看不清。我给你取梯子去。回来。去啊，坐着。坐。骑一下行不？哎呀，你客气啥？骑、啊。媳妇一着急，丈夫就成驴。哎呀。啊。这小报内容够热闹的。哎呀，你别光看热闹，你快找辣。啊。哎，你。名人出书一塌糊涂。哎呀，不是这张。那你往前走。我往前走，走，往前走。啊，科隆绵羊没爹没娘，又错了。那你往后走走。我往后走，往后走、啊。中国足球何日出头？你看清楚再念行不行？你累啥小子了？你在这儿？
腿长在你身上，你走哪儿我念哪儿，这叫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是。你说话那么不文明呢？你自己骑的啥自己不清楚啊？那大过年的把猪球还整出来了，这不给咱添堵吗？啊，这一年看完假币看假 A， 最可气的世界杯，天天喊着能出现，到后来狗带饺子瞎胡雷啊！老公啊，找到了！喂喂喂，我们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你、哦、你，我们公司，我们公司各种车蜡，各种车蜡，具体品牌，具体品牌糊上了，糊上了，糊上了！我快跟他说！喂喂喂喂喂！啊、哦，哎，什么？不在我们这擦了，我这就买的。喂，你跟他说我上街买的，我马上上街买的。你跟2000块钱，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你，发那大火干啥呀？黄了拉倒啊、嗯！咱这就回家，回家，把2000块钱拿来，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。儿子、啊，你听我说，怎么的？现在擦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啊！你想，咱过年要不回家了，这能挣多少钱呢？过年不回家看爹了。哎呀，你等挣一笔大钱，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，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。说咋呢？不是，我来给你打个比喻。我爹是村长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爹就这觉悟啊。瞧一提钱你那个样儿烦人，你看看你看看你看，又急了又急了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像你们这干部子弟都这毛病。来呼你爹，呼你爹啊，对啊，呼那不好听，大过年都呼地瓜呼土豆，哪能呼你爹呢？全呼你爹行吗？跟你商量点事儿，万一电话互通了，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，咱晚回去几天，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。晚回去可以，嗯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你说，电话拨通之后，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。既然你对我这么铁，我给你爹磕出血。你爹，爹，我现在就磕啊！哎，爹啊！我跟他说。啊，又错了。还跌呢，整个大哥大辈儿都往下跌。什么？给王老板送货？送什么货？年货。哎呦，我媳妇儿，这是想啥来啥，来个送年货的。啥年货？别急别急，我先问一问。喂，过年了，打算给老板送点什么货呀？哦，海洛因呐。你听见了，有海洛因。海洛因。海洛因。贩毒团伙，妮儿，赶紧回家躲躲去。躲啥呀？这玩意全球通，到哪都能把你逮着。那怎么办呢？赶紧给110报警。别急，我先把他稳住。啊。喂，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哪儿接货？啊。什么？听差了，不是海洛因，那是什么因？铁观音，那你差哪儿去了你呀、啊？别挂，铁观音是茶，我爹就爱喝的茶。喂，铁观音是茶，我爹最爱喝的茶。喂，别让他赶快送来，就送来。关机了。啊，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，这个家是没法回了。站住！你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回事？我看你不大对。我有啥不对的？你一会儿要回家，一会儿不回家，一会儿要开拉，一会儿大哥大，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，你到底要干啥？我干啥？我挣钱买年货，我干啥呀？我爹，你慢点，接可以，问清楚，别整个大哥大，逮谁都叫爹。你放心，问不清我绝不叫。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儿吗？喂，谁？说话。哎呀，你终于来电话了，爹呀！爹，你听听，是爹吗？哎呀！真是爹，真是爹，快给爹磕头！你这什么咋磕呀？人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！你这磕他也看不着，这不白磕了吗？看不着，他能听见声啊？听声好办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喂，爹呀，我们给你磕头了。爹呀，你听见没有？爹呀。
这头磕的梆梆的响。爸，那你这是给我爹磕头呢，还是打我爹呢？我这做个气氛。过来，过来，跪下，跪。磕头，你说吉祥话。吉祥话我会说。爹呀，过年好啊！爹呀，千万要吃饱啊！爹呀，祝你老长寿啊！爹呀，过年多吃肉啊！爹呀，我们给您磕头了！爹呀，吃饺子要煮熟了！你咋就知道吃呢？你不说要说吉祥话吗？趁爹高兴，赶紧提不回家的事儿。哎呀，对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爹呀，我们不回家过年了。爹呀，我们在外边挣钱了。爹呀，您老千万别难过呀。爹呀，我们挣钱买年货呀。爹呀，我们不是不想家呀。爹呀，买年货的钱让我花了。爹呀，买年货的钱让你花了。电话关了，别让爹听见。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吧？2000块钱我嫌便宜。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是吧？我去买完大哥大汽车再开蜡，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。我不是诚心，我媳妇儿你别这样，你骂两句你打两下也行，要不然你哭出来你得出点声啊。此处无声胜有声。我错了，你花那么多钱买它干啥呀？这不要回家了吗？我心拿着它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？有这玩意儿就能长脸呢？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？在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？不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让人高看一眼吗？咱人活着不就是图个面子吗？你说啥呢？人活着就图个面子。老公啊，咱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，咱回家过年图的是团圆，咱要那是虚荣干啥呀？我给王老板退回去。拉倒吧，既然买了退他干啥呀？那咋整啊？咱就拿这玩意儿当年货送给咱爹，往后爹要想咱了就给咱拨个电话。太好了，回家回家。爹，你要回家了，你还拿擦干啥呀？过完了三十是初一，给爹擦的拖拉机呀。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春节好！过年了，我和丹丹一起制作了98张贺卡。大家看，这张贺卡的封面是俺俩人的结婚照片。公老虎是我，那个母老虎是他。现在俺们俩已经在这个贺卡上签上了俺俩的名字。我们准备采用抛彩球的方式